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大圣，一正一邪，一魔一佛。俺老孙来也，是向齐天大圣斩妖魔。俺乃齐天大圣师爷，或要斗战胜佛显神通，退去金箍，修成正果。无论是齐天大圣还是斗战胜佛，如意金箍棒来，皆为本心，做自己的大圣，不问西东。这取经之路我才刚刚开始。大圣归来，开宗立派，梦幻西游三维版全新门派花果山线上线。